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希儿，身高155公分，体重42公斤，三围的话是34C、25、33。兴趣跟专长的话是绘画及慢跑，也很喜欢交朋友哦。今天很开心能来到这里认识大家，谢谢。性感的部位我觉得是眼睛，因为眼睛的话就是有卧蚕，所以说就是小时候觉得这是一个就比较自卑，但长大发现这还蛮有桃花，就是比较有人缘。大概是在高一的时候，对对，就是那时候初恋这样子，所以就是高一就贡献出去初吻了。就是交往一阵子，就是第一个男朋友交往一阵子之后，他就突然就有一天就是直接亲我这样，对，那时候其实还蛮惊吓的啦，就比较紧张，而且可能回家之后就是会一直在想这件事情，对，就很难忘，对。很贴心的粉丝，就是他们可能在我工作期间，他们都会帮我准备我喜欢吃的，就是小甜点。对，那我就觉得还蛮窝心的。那比较特别的是，可能在之前我工作的场合，可能不是像展场或是什么，就是一般的打工，也会遇到就认识我的人，那他们也会就是给我一些就是很惊奇的礼物，这样，对。我觉得就是第一个高，然后看起来阳光，对，然后可能笑起来比较腼腆。举例，比如说男明星，王力宏吧，就是比较笑起来比较有阳光的感觉，这样。对，很贴心的事情，早上接我上班，而且很多天都这样子。对，因为一般的人可以接送女朋友下班。但比较少有男生是可以愿意起床先接女朋友上班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贴心的事情。我觉得认真工作的时候，就是对，就我觉得那样的男生很 man， 就是不管是谁在认真的时候那种深情，看起来是很吸引人的，对，我觉得很有魅力。我的话比较喜欢看侧脸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侧脸看起来就是鼻梁比较高，或者是他的下巴是很有型的，就是看起来会很 man 的感觉。对，对，我觉得那样看起来就很吸引人。就是我可能就是，譬如说他下班了，那我可能觉得说工作辛苦了，那今天如何呢？然后可能会给他一个拥抱。